好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我现在都很好，都很好，那状况都调得都可以，那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嗯，刚刚听到的是明天的先发投手尼福德啊，他自己在赛前呢，牛棚练投完之后呢，是表示先前是因为小感冒的关系啊，所以延后先发出赛，但是感觉他自己投这一天的牛棚是还不错，他觉得他直球变化球都有出来，希望明天能够有好表现，他也觉得他准备好了。那当然只剩两场了，尼福德明天那就是万众期待的王建民，也不用再什么撑了，就是礼拜天的压轴战。定住。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三垒手是传了一个弯半斗啊，不过还是进到了一垒手的手套，封杀了打者 Michael Moss。好的，其实郭富林这球应该可以传得再稳一点啊。对，传的是稍微太短浅了，你一出去他自己就知道，哎呀，怎么会传成这样？不过还好一垒手他的队友帮他接得漂亮，就让他减掉了一个失误。再来打击要轮到的是 Danny Valencia。不过郭俊麟上来以后，他真的是表现出色，连续解决他所面对的五名打者，对，五上五下。还没有，这些大联盟的球星还没有从他手中打出安打哦，根本还没有上垒者。再打了一个本垒后方的强劲的擦棒球。那这一次呢，可以看到三道锋呢虽然是先发，但是已经提前退场休息。那旁边呢就是 Cannon 他爸，好像球迷可能都比我们还要熟悉啊，就是曾经在中华职棒打了两次，统一师叫阿 Q， 卫权的时候叫强龙。这一次呢是带着他儿子回到他老爸以前工作的地方，再来探亲叙旧兼打球。我刚刚郭俊麟那个变化球也投得非常漂亮，所以又取得球上领先。这一球挖地瓜，所以透过这一些对抗赛啊，也可以让球迷真的再多认识一下这些，千万不要小看台湾的这个业余的城棒，还是有相当多好投手，甚至这些小联盟这些投手其实表现的都不差。这个球掉到了三振出现，瓦伦西亚维持他这一次来台的低档。对，到现在为止六个打数完全没有出现安打。那这也是郭俊麟呢出现的第二次的三振，相当漂亮的变化球，漂亮的这个变速球，让等于是让大联盟的明星们的六上六下。再来打击要轮到的是 Ryan Roberts， 今天呢有一支二垒安打的演出，带有一分打点。一开始又抢到好球数，对，这就是他今天成功的一个要诀，就是先能够在球场取得领先，你不论直球不论是变化球他都投得很准，所以你看我也没有看他投什么150公里快速球，一样可以很有效率解决这些大联盟的明星的打子。再掉到一个变化球，再来压低了一个，把球路给压低啊，让 Roberts 挥棒落空，球数是绝对领先。你看就是因为第一球是一个好球，那这个变速球再过来的时候，你就让打击者很有压力了。如果说第一球是坏球，那这个球打的时候我可以有空间不要挥棒，马上就变成两坏球没好球，那差别很大。现在变两好球没有坏球。这外侧偏低，有这个测试的空间呢、啊。Roberts 没有上当，两好一坏。所以你要跟着你的策略走，不见得说连续要三个坏球马上就要解决打者。你该投坏球来吊吊球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吊吊球。哦，这球棒子要问一垒神啊，出局，最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攻箭啊，所以呢等于是三上三下结束了这个半局，连续解决七名打者，郭俊麟表现不错。